叽咕叽。有一颗蛋在地上滚，滚过了树林，滚过了花园，又从一个斜坡滑了下去，最后滚进了一个鸭巢里。我记不记得？鸭妈妈没有发现不对劲，继续孵蛋。有一天，蛋破了。第一颗蛋孵出的是有蓝点的小鸭，叫蜡烛。第二颗蛋是一只有条纹的小鸭，叫斑马。第三颗蛋是一只黄色的小鸭，叫月光。第四颗蛋是一只全身蓝绿色的小怪鸭，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咕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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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叫声，所以就叫做咕叽咕叽。鸭妈妈教小鸭们划水、跳水和鸭子走路，咕叽咕叽总学得最快最好，而且长得比其他小鸭更大更强壮。无论长得怎么样，鸭妈妈都一样爱它们。